南投县政府争取到增建计划的经费，将陆续在各校校的图书馆来打造社区共读站。草屯国小嘛成为县内第一个完全启用的校校。经过全新改造的阅读空间，基于阅读社保的设计理念，吸引囡仔更加爱来这看书以外，嘛开放各家长甲社区的居民多元来使用，营造出亲子共同看书环境。在众人踊跃参与之下，作为来见证着草屯国小社区共读站的启用，也是南投县第一间完成的学校。依照从南甲社保的主题，重新打造图书馆，规划着更加好的活动空间，并且增加电脑遮的资讯设备，会使满足师生看电子书、广告书遮多元的学习活动。也是因为着社区民众甲家长会使就近利用的图书资源。我们未来在人力及经费上面的逐渐充裕，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功能，让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暨共读站真正成为社区的文化中心。那这一次整个的从验收完工到启用，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这都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家长会以及志工。孩子每次进来都很兴奋呐，都觉得都是他想看的书，对啊，在这里也有很多那种知识类的，然后有那种他们喜欢的故事的小说、散文都有，对啊，孩子们都很喜欢来这里。书写跨世空间，取得学生一个社区家庭的喜爱。在南投县政府合作争取到增建计划经费之下，未来三年将会陆陆续续在各校校图书馆打造到50个社区共读站，提供亲子阅读，再个资源分享，可以提供社区的居民做社区的这个亲子的共读，还有这个社区的这个艺文的活动，社区的读书会哈，那整个社区共读站的一个完成，可以说加惠的我们。学校的师生也加惠了我们附近的社区的居民。南投县政府一直正重视着阅读教育，在完成着硬体设备了后，之后卖加强甲学校配合，提升来发挥着图书馆的效益。记者林明新采访报道。